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介紹一下呢對 Puma Suede Classic 加黑色版布鞋。點解今日同大家介紹呢一對鞋，唔介紹一下其他千零二千蚊嘅貴鞋咧？咁其實簡單，好簡單嘅啫，原因就係本人比較窮啦，買唔起啲比較貴嘅鞋啦，就係買得到呢啲係比較平少少500-600蚊嘅鞋啦。咁開始介紹一下呢對鞋啦。咁呢對鞋咧其實有三樣功能，三樣好重要嘅優勢，算係優勢啦，都係種功能啦。咁第一樣就係呢對鞋咧，黑色啊，黑色易襯有個性，係啦。咁其實著出街咧都比較搶眼少少噶，係啊，比較搶眼少少。即係呢對鞋咧襯其實牛仔褲啊，男士襯牛仔褲啊，短褲都得嘅。咁撚喺配多條長襪咧，其實都好有個性，其實都好型嘅。低調得嚟，帶點點嘅霸氣。咁係啦，第二個優點，呢對鞋咧，黑色呢對 Suede Classic 加咧呢對 Puma 嘅黑色布鞋咧，咁其中一樣好重要嘅功能咧，就係佢附有呢個鞋帶嘅功能嘅，係啊。其實佢可以綁鞋帶，咁其實大多數男士咧都著呢對鞋咧，其實都唔怕唔見，因為男仔成日都好甩漏啊，係啊，忽然就可能比較啲嘢可能丟三落四，咁男仔就唔使驚啊。呢對鞋有鞋帶功能啦，咁我哋可以綁實佢出街嗰陣時咧，就唔怕唔見呢對鞋啦，咁其實係啦，第三點，呢對鞋咧黑色嘅，其實黑色喎有咩優勢咧？其實好簡單。黑色有咩優勢？就係佢唔怕俾人踩咯，即係你去到旺角啊嗰啲地方咧，比較多人少少咧，咁人山人海，咁踩到其實好難避免。咁有時可能著白色鞋咧，就會踩到污糟曬，翻去要洗好麻煩。咁呢對 Suede Classic 加呢對鞋咧就唔同啦，佢黑色嘅，咁大家可以著到咩地方都得啦，即係旺角啊、銅鑼灣嗰啲比較多人的地方，其實都唔使驚，因為呢對鞋黑色，俾人任踩咧，踩到爛咧，其實都係冇所謂啊。所以男士咧，大家可以考慮一下呢對鞋真係又平又方便又好著，又唔驚跌咗落去唔知邊度，又唔驚污糟，又唔驚係啦，係咁差唔多係咁啦。咁係啦，今日條片就去咗咁多。咁希望各位男士可以好好考慮一下呢對 Puma Suede Classic 加呢對鞋啱唔啱？